我考虑一下塔，我很帅。 给我换了，这 QO 被挡了，你很急啊，勾引你的，哈哈，急死了。 这都是个男的，不管了，我去，真的假的？ 杀不了，算了吧。 为啥呀？还行吧，拿了个1000。 有个蜘蛛。
动不了了，我绕后没啥用好像。好大呀，都把我坏了。打不了刀了，可惜。你要干嘛？别上了吧，就在他。边上有个亚索，别在这边打。可以一下。再打了，给个视野，给个视野，兄弟。来打来打来打，直接点了吗？不至于吧，这就点了，不就是随便操作了两波吗？怎么把对面直接打投降了？